知道说呢，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连续函数这样子，它事实上不是这样子。OK，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确定说呢，它必须要是连续函数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做这个等号一直做下来。那所以这个答案就不是负三分之七这样。那它当然是就不存在的，因为没有发现说这边它会有负多大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话，大概就是讲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跟这个 substitution rule 这样子，就是做一些替换。那也就是这个我们在做积分的时候相当基本。那之后呢，会可能大家现在可能也教到一些这个做这个有边界上的积分，这样有上下界的积分，然后旋转面积啊，然后或是给你这个函数呢，给你两函数呢。OK， 八成是长这样子，可能是长这样子，他叫你求这个。OK， 那这都是就接下来呢，我想应该很多班级都已经上到了这样子。那在做这些积分呢，有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些我们教的这些定理啊，还有这些规则，还有这些替换这样子。那所以接下来呢，就要来讲一下，讲这个。一些它替换的一些规则这样子。好，在讲之前呢，我们先讲一点这个，大概花个几分钟讲一讲这个固定积分的这一个 topic。那我就稍微 OK， 那它有一些有点多的这个规则，就没关系，我就写在那里就看。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跟之前好像有讲过，就是呢，如果这个函数呢先乘上 c 了之后，然后就会等于这个函数，这函数乘上 c 之后，然后再做积分呢，会等于这个函数做积分乘上 c， 那这里的 c 是 constant， OK， 那这第二个性质呢，如果你积分的是一个常数函数的话， OK， 那你就会等于这个，你可以把这 k 提出来，对一积分就是 x。就是 ks 加 l， 然后这 l 呢也是这个 constant。好，那如果呢，你想要把这个函数呢做拆开来呢，就是如果这两函数你都已经知道怎么算了，你都知道算出来是多少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两函数积分的各自是多少了，那这个就会等于这个呢，你原本的这个函数做相加积分之后呢，会等于这个各自做积分，然后相加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如果 x 呢先做了次方之后再做积分呢，会等于长得像这样子。OK， 那刚刚我们就看到例子嘛 ，x 平方的积分。OK，x 平方就当 n 等于2的话，那是不是我们刚刚积出来是等于这个三分之 x 三次方 ？OK， 就是在2的时候。Okay，
再加上这个 L 的，加上这个C 啦，哦，就这个长绳，那你要令它是 L 就是 OK 的。好，那这个，那据说这个 N 不是负一的，如果 N 等于负一呢？它会变成是这样，负一点 x。OK。那什么东西，什么的东西围下来会显示东西是 log 的值。那不要忘记这里要加一个绝对值 c 这样子。因为我们 log 呢是在这个零到无穷大是有意义的，如果等于负的话，这就没有意义。那我还有。几个我就写一写啊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，就是积出来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就写给大家看这样子。这我们刚刚记过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下一个。我先走，拜拜。这应该是各位大家，我基本这本书上都有写，我只是就是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那所以你可以去验证一下说，说给机器人是真的是这样子。那这都是就是大家在这个。作为积分的时候，对积分的技巧，啊，因为这个对它作为分的时候会是，你对它作为分的时候是 d x 跟它 log b， 那所以你要把 log b 决掉，就这样子。OK， 那这是 cos s 为分是负 sin s 嘛，但是它只要 sin s， 所以你要多乘一个符号。OK， 那 tan 卷是 tan 这个东西 ，tan 卷 s，tan 卷 s 为分就是 sin。你可以写成这个 tan s 的这个 cos x sin s 这样子，然后用这个扣旋入，然后去做，你就发现说它做微分之后就跟 cos 等于平方，所以它积分的应该就是要 tan 这样子。有的时候你要背的时候就很难去想到这样子。OK， 那你可以就是在考试前呢，你就是自己先推一遍。在考试的时候，建议大家不要现场推，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推完之后就下课。OK， 所以这个回归我上次讲的，就是我觉得数学还是要背。OK， 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背这样子。那在背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去试着去理解为什么这样子背呢？你会这个更往答案接近这样子。OK， 因为很多时候有人常说数学不要背。但可能这个讲法呢，很多人，很多老师呢，也抱持这个怀疑的态度，这样子。那所以积分讨论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的东西呢，你可能需要把它记起来。但是呢，你也不用特别记啊，就是多算一些题目，你可能就会知道说，感觉一下说，那这样子做呢，它就会把它算出来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例子。
刚刚我们学的嘛，如果这两个函数啊，我刚刚忘记写相减，相减一样。如果这函数是相加或相减的话，你可以等下拆开来。OK。当然呢，我们假设说呢，这个函数积分要是存在啊。OK。然后减掉呢，这函数积分，我们假设它是存在的。OK。那考试的话，也有可能会直接这样问你嘛，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呢，你可以直接拆开 ，OK， 没关系，就是。这时候就是比较讨厌，就是我们就会假设说这两个函数各自积分会存在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猜的。对，你要知道说你猜的时候是为什么才可以猜的。OK， 那如果我们先乘一个常数，对这个函数做一个，就是先乘十到 x 四次方之后再做积分，就会等于这个十被打到外面，好 x 四次方做积分。OK， 好，这里也一样把二提到外面，再给平方做积分。OK。那就有刚刚的公式可以用嘛 ？OK， 那十的话呢 ？OK， 这个四不是一嘛，所以你就会把它用刚刚的公式把它写出来，就四加一，然后 x 的四加一次方，然后减上两倍。那几微分或是 second 平方呢？就是 tangent 的分是 second 平方这样子。OK， 那所以就再加一个常数，就顺便就把它整理一下，就是二 x 次方减掉两倍的 tangent。加 C， 好，那 C 是一个 constant 不行。好，那今天可能讲不到这个替换的话，少不是就觉得那下礼拜会。讲快一点 ，OK， 那可能会花个几可能二三十分钟讲这个替换，然后再跳到下一个章节这样子 ，OK。那我们再来做最后一次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积分，零到二的这个二 x 三次方减六 x 加上 x 平方加一分之三的 x， 这样子呢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确定一下说呢，这个函数在连续函数嘛，所以在这个必须线积分是存在的，它是连续函数 ，OK， 所以这三个。它的积分都是存在，所以你可以给它写掉。零到二，那我就直接写喽，就把它写开来，这三次方减 x， 然后减掉六到 x， 然后加上三零到二的这个 x 平方加一 x， OK， 然后所以这边呢就等于二，然后那三次方积分的话就是四分之 x 次方，但是是零到二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六的话就是二分之 x 平方，那这是零到二。然后只有这个呢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就摆这个，平方加一 ，x 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提出来，所以就是二分之一的 a 四次方，就直接写就是二的四次方减零的四次方就零。OK， 然后这二跟六 ，OK， 可以约一个变三这样。那所以这边再乘上这二的平方，就是，然后减零的平方就是零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三倍的这个 ，OK， 那这个呢就是你可能要稍微想一想，这个基础还是多少呢？这是可以这个 tangent 的 inverse，x 零到二这样子 ，OK， 那不知道呢，可以去问你们助教或老师，或者课本应该查得到。OK， 那这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变换就可以画一些三角形，就可以算出来。那所以这样子呢，这边就可以把它写成是这个，叫做 tangent 呢，负二减到 tangent inverse 二减到 tangent inverse 零，那 tangent inverse 零是零这样子，所以这就变成 tangent inverse 二。
二十三次方码就八嘛，啊，减掉这个三乘上四是十二 ，OK， 对，然后再加上三倍的 tangent 应该是二，那八减十二是负十五，所以负十加三倍的 tangent 应该是二，好，这就答案了。好，那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就要讲这个替换这样子 ，OK， 那讲完替换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基本重，就是算重头戏啊，就是做。就是做这个两个函给你两个函数，然后做一些面积，然后或者做旋转体积，然后变换这个积分上下键的时候呢，你的那个做变数变换的时候，你上下键要怎么调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录到这边。